大多数男人会在22岁大学毕业，在30岁左右结婚生子，在40岁之后进入事业和家庭的巅峰时期，家庭和睦，事业有成，精力也仍然处在旺盛的阶段，可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张国荣因严重抑郁症跳楼自杀，年仅46岁。僵尸片的始祖林正英因肝癌去世，年仅45岁。罗京因淋巴癌去世，享年48岁。香港有名的大傻陈奎安因鼻咽癌去世，享年55岁。去年夏天，某通信公司42岁的网络工程师从26层的办公室窗户一跃而下，用这种方式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。而在他选择自杀前，刚刚接到了领导劝退他的通知。在45到55岁这个阶段，在家庭方面上有老小有小，处在三明治的中间阶层，在生活方面开支巨大，有的还要还房贷车贷，金钱的压力比任何时候都大。在职场方面，由于精力的下降，随时受到年轻人的冲击，从而被替代掉。男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幸福，有6件事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再做了。一，男人45岁之后少吃一些甜食。我国最新的健康调查数据显示，每2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糖尿病的后备军。控血糖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少吃富含淀粉的食物和糖，比如米饭、馒头、面条等精细主食，以及含糖的甜饮料、蛋糕、点心等。平时炒菜也尽量不要加糖。二，男人45岁之后远离伤肾食物。随着生活水平高，吃肉再也不是什么难事，反而每天吃菜的越来越少。虽然肉中的蛋白质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，但是天天吃大肉，过量的摄入一些高蛋白的食物，会让肾脏长期处于一种超负荷的状态，长时间这样，肾脏功能就会减退。如果本身肾脏功能就有缺陷，或者本身就有肾脏疾病人群，还会有加重病情的危险。三，男人45岁之后减少抽烟。减少抽烟，尤其是减少在饭后抽烟的坏习惯。毫不夸张地说，饭后立即抽烟比平时吸食根烟危害还要大，因为饭后正是消化系统工作的时间，这时的胃肠蠕动会加快，血液循环也会加快，全身的毛孔都会打开，而此时抽烟无疑是加速了有害物质的进入，而且餐后抽烟还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。四，男人45岁之后戒掉吃槟榔。口腔黏膜是口腔的一部分，主要的作用是帮助我们保护口腔，但槟榔就是其中的破坏者之一。在研究上发现，经常去咀嚼槟榔的人群跟不食用槟榔的人群相比，口腔黏膜的损害要大很多，甚至是在槟榔长期的作用之一，让口腔黏膜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，变得纤维化，最终转化为口腔癌，主要就是因为槟榔当中的槟榔碱的缘故。五，男人45岁之后不要久坐不动。如果你每天久坐的时间都在10个小时或者是10个小时以上，发生心血挂疾病的危险比没有久坐的人要大，除了会诱发心血管疾病，还会给颈椎带来不少的压力。如果你久坐的姿势是正确的，还可以抵消一些久坐对机体的伤害，但如果你的姿势就不是正确的，在久坐的过程当中，颈部的血管就一直会受到压迫，全身的肌肉没有得到放松。六，男人45岁之后夫妻生活频率不要过多。医学研究表明，性生活过频将明显提高前列腺癌的发病率。50岁以上的人若性生活过度，患前列腺癌的可能性较大，而使用壮阳强经剂者会扰乱体内激素的平衡，也是引起前列腺癌的重要原因。各位人到中年的男性朋友，你的身体还好吗？
是否有人说过你越来越油腻了？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中年感悟。